Hello， 大家最近有没有好好保重身体？很抱歉，我没有感冒，喉咙痛了很多天。之前我的嗓子就像鸭子一样，今天终于可以正常说话了，马上给大家更新。过去一年 AI 变得越来越聪明，以前高喊人工智障的人逐渐都把嘴巴闭上了。新的一年 AI 只会越来越强，特别是以下要讲到的几个 AI 工具，先给我点点订阅，马上带你上车。哎，说到免费就不得不讲一下海螺 AI 了，相信我的观众都不会陌生吧，我之前都出过教学影片了。我发现他最近做了一个新的尝试，竟然偷偷建了一个免费的网站，网址就是那么直接简单，海螺 AI Free， 官方也没怎么宣传。进入到这个网站，你乍一看会觉得有点像是随便拼凑起来的，感觉太不精致了，甚至有点杂乱，而且到处都是广告。除了刚进去的开屏广告之外，上面是广告，下面也是广告，中间也夹着广告，实际上是为了支持这个免费的 AI 影片生成服务。说白了，广告的钱就是为你提供免费的 AI 影片生成。好了，既然是免费的，那我们也不能太挑剔，让我们来试一试这个工具，看生成的效果怎么样。我们先来试一下 test video 文本转影片。我输入了一段提示词，一个女巫在草原上发动非常厉害的雷电魔法，点 generate 生成。生成影片大概需要5分钟，需求量大的时候需要排队时间呢就更长。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坦白说，整体细节只能说还行，算及格吧，没有发挥海螺的全部水准，可能是因为免费的原因限制了算力。我们再来试试 image to video 图像转影片，还是上传我的照片，提示词输入，身后的墙壁突然被一个怪物打爆了，女人的表情非常害怕，点 generate。 OK， 同样等待5分钟左右，影片生成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太搞笑了，我的表情很不错，演得也很到位，但是墙壁被怪物打爆以后，怎么最后还是完好无损的？我旁边的猫一点都不害怕，还是一脸淡定。不过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完善提示词来解决，我这里就不演示了，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更牛逼的 AI 工具要介绍。这个网站不需要注册账户，也不用登入，马上开始生成，简单到不行，前提是你能忍受广告和排队，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玩一下。所以我猜随着这种免费工具的兴起，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平台涌现出来，他们的商业模式也许就会是我靠广告赚钱，你来免费使用，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，我也会持续关注。最近我发现一个超级屌的东西，这是一个能够从图像生成 3D 物体的 AI 模型，叫 Roadingen 1.5。 简单来说，仅仅通过上传图片，它就可以生成 3D 建模。我给大家整理了一段简短的展示影片，先来看看它的效果。注意要留意它的细节纹理哦，我觉得是可以达到生产级别的。它的第一代模型大概是在半年前发布的，这次的 1.5 版本有了大幅度的提升，在生成 3D 物体的时候实现了超级干净的拓扑结构，而且它还支持 AI 四边形网格，这是 3D 专业术语，说白了就是比起常见的三角形网格，它能够让 3D 物体的结构更加平滑自然。这个工具它还支持 PBR 纹理，它其实是指物理基础渲染，简单来讲就是让纹理能根据光照的不同表现得更加自然，
比如一些 3D 游戏，他们的纹理也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做的，也就是根据光的反射来让纹理在不同光线下展示出不同的效果，让 3D 物体看起来更加的真实，更贴合现实世界里面的光照效果，让模型在不同场景下都能显得活灵活现。这方面我不是专业，如果说的不准确的话，大家可以留言给我纠正。 3D 产业的一小步就是我们的一大步，而且这个工具现在可以免费试用，让你也能体验一下超强的 3D 建模感觉。我来测试一下，来到 Hyper3D AI 的网页，右上角这里可以选择语言，比如选择中文，然后在这里可以上传图片。如果想上传多张图片的话，就需要升级会员了。比如我上传一张剥开皮的香蕉图片，点击生成按钮，在这里可以预览你的 3D 建模，可以选择不同的查看模式来观察它，它能精准地把图片转换成 3D 物体，只用了10秒左右的时间，这点就非常惊人了。点击模型确认，然后点击生成材质贴图， 3D 建模就生成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不可否认的是效果已经相当不错了。我本来以为它会做得很粗糙，结果反而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。它不仅仅是照着图片做出一个大概的轮廓，甚至在没有太多线索的情况下也能做出有一定精度的三维结构。它的处理速度和算法能力已经超乎我们想象，这对 AI 来说是很难得的突破。点材质确认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。再来一个难度大一点的，我试试生成人物怎么样。我上传一张自己的照片，点击这个小按钮可以裁剪图片，裁剪一下，点击生成。 OK， 预览一下，好像有点搞笑的样子。模型确认，看一下最终的效果，笑死，这也太有喜感了吧。虽然看上去它的样子已经不太像我了，但它的整体效果比我预想的要强不少，毕竟能在短时间内做出这么高质量的纹理映射已经很牛了。我们看一下其他用户的作品，这是七龙珠孙悟空，除了脸有点怪怪的，其他还是不错的。而且我发现 Q 版人物的效果特别好，比如这个一拳超人光头强奇遇老师就相当不错，还有皮卡丘、死侍、怪物史瑞克版的美少女战士等等。当然它仍然会有一点小瑕疵，如果你真要用它来做一些精细的 3D 艺术作品，可能就得再做一点后期的修正了。这个 AI 工具虽然还存在一些局限，但从技术的角度来看，它的出现绝对是一次革命，真的让更多人有机会玩转 3D 建模，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玩一下。接下来讲一下腾讯研发的混元视频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在 Hugging Face、GitHub 等技术社区上有关于它的开源版本，号称是目前开源模型中参数最多、性能最强的纹身影片大模型，包含130亿参数，可以生成较强物理准确性的以及一致性镜头的影片。开源意味着它可以直接下载，免费可上用，任何人都可以修改它、编辑它，这为大家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。看它生成的那些影片，随便一个画面就能把你震撼到。准备突击的士兵，在公路上行驶的摩托，走下楼梯是汉堡的猫咪，还有戴眼镜的老头子，骑着自行车的大熊猫，自然下落到水面的水滴等等。无论是清晰度、流畅度和动作的连续性，看起来都做得很不错，而且它的运动基本符合物理定律，自然不违和。这样的效果跟同类工具相比也是处于很高的水平了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看到 Nora 模型出现在混元视频里面，没玩过开源 AI 的可能对这个词不太熟悉。 Nora 可以对生成的对象进行定制，可以定制很多方面，基本上是对影片内容进行微调，不过图像和影片的微调可不一样，毕竟影片涉及到动态和运动，和静态的图片完全不同。图像里面的 Nora 可能只是一个静止的角色，但是在影片里面我们可以让它开始走路，甚至在走动的时候展现出更加自然的动作，这已经是相当厉害了。 Nora 可以将 AI 角色更好地融入到不同的艺术风格里面，比如混元在
在 S 上发布的这个汉服 Laura 取名字叫双华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。它结合了汉服和丰富的古风元素，针对这个风格进行调整，让影片的整体效果更加贴合我们熟悉的古风类型，甚至可以让角色动作看起来更加的细腻真实。这些就是用户们使用这个 Laura 模型所生成的影片。我把 NSFW 都隐藏了，可以看到脸部的表情、光影、纹理、细节等等效果都相当 nice。当然，一些开源社区里面有非常多大神训练的混元 Laura 模型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比如有吉卜力动漫风格的 Laura， 还有关于走路动画的 Laura， 角色的走路动作非常自然流畅；还有关于名人的，比如 Emma Watson、Taylor Swift 等等，美得一塌糊涂。给大家看更有意思的，像这个漫威毒液变身 Laura。还有七龙珠超级赛亚人 Laura 等等。AI 生成影片这个领域进展得很快，尤其是这类开源模型的出现，让很多人都有了创作的机会，甚至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创意突破。最近我还发现了一个新的超快文字转音讯模型 Tango Plus，可以在3秒内生成长达30秒的立体声音讯。它是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的 Declare 实验室和 NVIDIA 开源的一款模型。我们终于见到速度与音质兼备的 AI 音讯模型了。它不仅能做音效，还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生成一些小音乐。我们先来听听这段简短的展示影片。影片里面第一段有鞭炮声和人们的欢呼声，有点像过年庆祝的气氛一样。第二段呢是口哨声和鸟鸣声，非常的清晰。第三段是有人在讲话，逐渐过渡到一架飞机由远到近的飞过来的声音。最后那段飞行声虽然可能偏高频有点失真了，但是整体来说表现得很出色了。 OK， 接下来我们实测一下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在 Hugging Face 网站上可以免费使用 Tango Plus 模型，其实它可以生成一些较为复杂的声音组合，比如输入篮球在球场上有节奏的弹跳，鞋子在地板上吱吱作响，裁判的哨声划破空气。下面的设置保持默认试一下，点击提交，等待3秒就生成好了，我们来听一下效果。打篮球的声音和裁判的哨声呢，都非常的有临场感，效果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。再试一个，输入滴水声尖锐的回响，远处的咆哮声在洞穴中回荡，柔软的金属摩擦声暗示着有什么东西潜伏着看不见。这一次我把 steps 步数呢稍微调高一点，让它能更加的精细一些，点提交。 OK， 我们听一下效果。很恐怖的声音，就好像在一个漆黑的山洞里面遇到了不知名的怪物一样。 OK， 我提高一下难度，我输入女人遇到奔跑的怪物追杀，怪物发出叫声，然后怪物一脚踩爆旁边的汽车，爆炸声震爆旁边的玻璃，女人马上大喊。时间我调到12秒吧，提交，生成好了，来听一下效果。
好像怪物电影里面女主角被怪物追杀的场景，虽然有点偏离我想象中的目标，不过基本上符合要求吧。大家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呢？总的来说，毕竟它是在超快的时间内生成的，有点瑕疵也可以理解。话又说回来，这么多不同音效的组合，如果要一个一个的剪辑进去，我肯定要烦死。对于想要快速生成音效的朋友们来说，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福音。开源免费又快捷，连接我放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栏，感兴趣的可以去玩一下。OK， 在影片的结尾，我分享一段由 Promise AI 首席创意官发布的 Gucci 2025夏季 AI 生成广告，100%是用 Sora 文本转影片创作的，非常有质感。还是那句话，人类要完蛋了。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看的内容了。我们很快再见，拜拜。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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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